站长已经准备好了。其实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台中站的大家长叶仁和叶站长。好，副站长今天装备非常齐全，白手套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又要迎接我们的蒸汽火车，两台 CK124 跟 DD668 联袂进场。那现在就请我们的市长，我们的主力。